这首歌，它是卡农的电影主题曲。然后为什么会唱这首歌？因为我觉得，我们思念的方式有很多种。那也许，难过都是暂时的，然后但是思念永远放在心中。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传递这一份精神，也就是祈祷的精神，又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念？是更重要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一份良善，把这一份美好继续传达下去。勇者的浪漫送给天上的每个人，送给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，送给在场的我还有你们。勇者的浪漫，谢谢。时候，我们用奔跑追逐期待。